关系都不错的，不要老带节奏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入侵一波啊！重中之重。你等会儿，你慢点，你抖那么快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有妖气！我要收拾好武器，先回家了。全军出击！啊！小 C 给我发消息呢，我看看，刚没开，咋了？我没有开所有人，从下面走啊，这样他会以为我们家瞎子是蓝开。可以，你最好是再帮我推一波，兄弟。这个兵线可不太好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差不多，把这3个兵经验给他吃了，我们就回家。谢谢献德里的折磨的飞机，谢谢献德里啊。什么天赋啊，给你看看。第一波回家没有点盐了，肯定得出重伤。
哎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王者的补刀，可以吧？掉了一个。可以越，我有六。先把他那个骸骨给他打了啊！你也六了，那不随便越吗？吃点打皮，差不多可以回家，回家吧，鞋也免费给。其实我点盐都不应该掏，有点浪费了。耗点盐稍微有点浪费。下路传来捷报啊，还可以。控一波线儿，这样等他下波来的时候呢，他应该要死。是不打去了？我就瞅一眼啊。人没了，不让他吃经验啊，这不能让他吃经验，这个地方给他插个眼儿。去中了，去中了，我们推，然后把它截住，假装往下走，然后露个头往上来，还行吧，拖延一会儿他吃经验的时间，知道吧？这个就不能让他吃。下波再来吧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现在是十分钟，其实不太着急去推啊，十分钟就不推了。可以等到十二分钟再把线推过去，然后瞎子如果要来，可以再越他一波。我们就不支援了。我感觉他应该有船，我这波要是推过去他应该是传送了，感觉不合适啊，我推过去他正好传回来，杀一波千珏吧。不行，这不能给的啊，红不能给的，开洞进去。辅助来了，算了。太追啊！等一下人啊，左一怎么死的呀？回家出黑切，可以杀。把塔拆了，没事，他们不敢上来，他们上来就全没。继续啊，可以。继续推也可以。你有提亚马特就行。C 也没办法，我们有打野，他没有打野，没办法呀。取经才是重点。
把下路塔拆了，十一级，其实等级倒没压多少，压了一级。遇了好几波塔，才压一级。说句实话啊，没有压太多。也就压了一点点，中路团一波，塞拉斯应该不带了，我带一波。可能来人抓我了，我在这等一会儿啊。没来人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杀一波塞拉斯，但是千珏有可能在左边。还是算了，先等一下。在这个地方打那小法师一个框全给我们框里头，中路团一波应该是，看看啊，放峡谷可以。跳弹，哎，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，我发现。新出的这几个跳弹可挺有意思的，可以跳过来再跳回去。回家，不回家呀？继续啊，也可以继续。他们家没啥伤害，应该守不住。谁给我踢飞呀？千珏，我没有蓝了，打个红撤吧。没有红，回家，下波拿小龙。哎呀，咋这么卡呢？
对面几个龙子，对面两个龙，把这跳弹留着吧，这俩跳弹留一手。传送了剑魔，我们走过来吧。嗯，好像传送也打不过。我杀个塞纳，一波拿下。别带节奏啊！不行，带节奏，就开始带节奏了。